不错不错，哎，我觉得越来越棒了。你不打扫一下吗？这人家看到会，人家觉得你这个是在什么繁殖场。我什么繁殖场？他们都很开心快乐啊！你看大狗还抢小狗的食物，太过分了吧！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，我是老皮。今天我们来玩我们的 Wobbly Dog， 这个什么游戏呢？这是一款养狗游戏啊，养狗的游戏。因为我们现在有养猫了嘛，没办法养狗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养狗是什么样的生活吧。这里面呢，其他游戏里面有很多奇怪的狗啊。我们并不是养什么正常狗啊。所以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名字啊。我叫皮皮啊，皮皮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一条狗会长什么样子呢？他说：“欢迎来到 Wobbly Dog 的房间啊，这是一个沙盒房间啦啊，在这边呢，你可以随时就是来照顾你的小生命啊。哦，现在有小生命要送到你面前啦，你看有没有这个狗头？那是尾巴吧？狗头啦，狗头啦。哦，他就说呢，现在总共呢，我们要给你一个最基本的这个东西啦哈，让你可以照顾你的狗啦哈，所以他就是给我们一只基本的狗。这是啊。”My dog name is 芒果，芒果，芒果可以我会帮他改名啊，不然我叫他芒果就好了，叫他豆豆好了，不要啦，芒果啦， okay. 我们第一条叫芒果，我觉得蛮好听的、啊，我觉得叫他海酒好了，海酒不好，海酒不好，芒果芒果这样我叫，就是因为狗啊，哦、oh, 欸，对，芒果，你们觉得他长得长长的，好烂的，就芒的，太烂了，哦，芒果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干嘛、啊？叫他坐下，叫他坐下，坐下。他不会坐下，越来越嗨，他越来越嗨。坐下 ，sit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他说我正在尝试坐下，好可爱哦。他还在抖，他还在抖，哎，好软哦。打他一下，他不抖，他不抖，啊，他在抖，他在干什么？他翻肚了，他翻，他在示好。有人家养的狗长这样子吗？他在示好啦，哪示好？有啊，翻肚就是示好的意思啊。啊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要管他啦，我们先帮他盖他的家，不然他家现在这么空旷，你看好孤独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帮他弄食物给他吃。哦，哎，感觉哎，其实看宠物吃食物也其实蛮开心的，疗愈啊。对啊，好，我们现在设计一下这边。就是食物机啊，经典的食物制造机。哎呦，哦，可以随便放哎、欸。Play， 哇哦，你的狗呢？哦，现在可以尝试来喂你的狗啦。哦，点选这个食物制造机，哎，使用指令呢，它就会喷出东西来啦。好，啊，先叫它来吃，来来来。哦，这是要训练它去按是不是，吃。那是它还转向啊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，不要耍赖，吃饭的啦。玩狗吃饭啊，玩狗吃饭啦。哇，可爱哟、哦！哎，有了，吃了，吃了，这有吃吗？他有吃到吗？哎、有哎、欸，哎，真的哎、欸！哇，你快看啊，你的狗在吃东西啦啊！然后点选它呢，哦、啊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按钮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芒果呢，刚才吃完饭了。然后有个其他选项叫解蛹啊，它为什么狗是为什么要解蛹啊？它会不会吃到什么？哎、欸，真的解蛹了，铁甲蛹哦 ！What？ 哎、欸、哎。欸哎、欸，到底是你确定养的是狗吗？我养的是狗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它会不会像是那个猫吃猫薄荷？有没有？它现在在幻想变成蝴蝶，哦、有没有可能成蝶了？是不是？对，成蝶了有了。哎呦，喷汁了！哇、哦，掉出来了！哇哇，它、欸、长大了啦！恭喜你，你的芒狗啊，已经训练完毕了啊！你们看。它的体型上升了，各项指数都上升了。对，它的脚也变大了，所以这个它耳朵变小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好像是它会有这个幼狗期，然后成狗期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喂它吃一吃之后，它不会进化。幼狗期要进入成狗期，中间还有个变态。变态啊，它有个变态狗、啊。它变态啊，变态、啊。成蛹啦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盖更多设施啦，哈、嗯，还可以制造狗蛋，这是狗蛋机哦。我们先用狗蛋机，狗蛋机、欸、来，狗蛋机我们放这边。来，今天就是你的制造你的兄弟姐妹，不然就他一个，感觉太孤单了吧？太孤单了，孤单呢、欸。来来来、哦，我们现在只能甩这个基本的狗蛋，像扭蛋一样有没有。对，我们先制造一个出来好了，烘蛋，把蛋烘一烘。这个是微波炉啊，保温室吧？哎、欸，微波炉，哎、欸，叮，有了，好了，微波炉叮好了。哎、欸，狗、哦、好可爱，小只的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豆豆我的狗好了，干嘛抖抖？我们有 Coco， 我们有那个可可啊 ，Mango 已经有 Mango 了，对啊。来，
来福是什么？来福来福，你的那个比我那个更烂，好不好？哦，他说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准备了啊、哦。如果说你不想要这狗，你还把它删掉，你要养它，不要弃养，就不要弃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再怎么皮也要养啊。这个耳朵，他为什么一直在磨？他为什么一直磨墙壁？因为他在磨牙啦，他在弄他气味在这个上面，對對對對對對跟猫一样、啊對對對對。我们家的猫也会这样、啊，他要占地盘，哎、欸，占地为王了。我们狗已经翻过来了，他想要翻过来，翻不过来，他要死。好可爱，就是脚掌上面还有那小掌印，有没有？可以拿，可以拿跟随，是不是？跟随他，所以他现在把他抓起来，他要咬他。哎、欸欸，有了，他咬他，咬他。他现在把它咬起来，要带它去吃饭啦。带它去，不是、欸，我觉得他在攻击它、欸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坏啦。你看它咬很大力，你看它牙齿龇牙咧嘴的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哎、欸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吃啦。我觉得它要死掉，我觉得它要死掉。吃啦。哦，可以换食物哎、欸，换食物，换那个小的啦，嗯、小的。这是洁牙骨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给他吃，感觉少一点好了。我们菜色多样化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感觉应该是解压骨之类的、啊。这是不是薯条啊？哦，他现在不饿啦。哎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的小狗好像他们会挖洞啊，挖洞，所以他就是故意在那边一直挖挖挖挖挖出了一个洞来，不、哦、能挖出什么，而且还可以挖20次哦。打扫一下，打扫一下，好乱哦，房间也太乱了吧？哦，有可以把它清掉，还、嗯、可以播种，嗯，播种。哦，冰箱没种子哎，然后可以埋东西进去哎，可以把那个吗？小只的埋进去，长让它长大吗？不要啦，太过分了吧！它可以吃啊？为什么泥土可以吃？吃土了，吃土了。哎呦呦，看看它在吃哎，它在吃土。它拉出一个蛋，它下蛋了蛋哦，所以它这个是母狗。母狗下蛋合理，因为卵胎生嘛。哎，素友啊，接下来呢，你可以使用这个。交配模拟装置、嗯、来看看你的狗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基因、哦、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弄出一些不一样的狗种，开始混合、欸、要混搭，我们可以比如说可以弄身体比较短的，或是那个比较小只的，然后性格比较残忍，就是那种会动不动就想攻击的那种，狂吼狂叫的，可以神经质的，我这些都不要，可不可以弄一个比较正常的？我们这边有一颗蛋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地雷吗？玩具，这个不是什么那个人知道的，很像水雷呢。然后这边是呢，就是我们获取的盲狗，这是病那个吧，细菌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它好像会影响到盲狗的一些个性跟动态吧。比如说像这个啊，它的这个基因有没有影响到它？它会有大长腿？我觉得有没有比较正常一点基因啊？目前没有，然后这是预设，就是完全就是完全纯种的纯种狗，它是纯种的这个，我不知道什么品种，叫哈丘狗，哈丘狗，哈丘。哦，然后我在这边就是我们收集的基因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就是用不同的基因之后让他们去配种。有了，哎，成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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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。有了盲哎、欸，来福来福！哎呦，好期待它变什么东西哦！来福变应该是变成犬而已啦，成犬而已，对，成犬。哦，有了，它年纪变大了，我说还会死掉、哦？不会吧？它这样子，它、的是它的鼻子跟耳朵变大，然后身体呢稍微也是比较壮一 点，那没有其他东西了、欸。对，然后就变这个样子了。看一下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它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基因了，有没有？透过吃的东西，食物改变它的基因，食补食补。哎、欸，而且问号了、欸，现在已经问号了。完了。对，我们可以摸它，哎，我们来摸看好了。摸一下。嗯、哦，这样子。有，它被它、哦、感觉到那个爱了。哦，感觉到我的爱了没？嗯、来，它爽到翻过了。我摸它肚子。欸、你到底是怎样？我要摸你肚子啦！你翻过来干嘛啦？他不给。换边，换边，他换边，他换边了。哎、欸，他爽到踢腿，我操！爽到踢腿。好啦，他要睡觉，我们让他去睡。好，好好睡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狗不够多啊，多弄几种狗好不好？多弄几种来，多弄几只吧。我觉得这太孤单，两只怎么够啊？我们弄个七八只好了啦。两只狗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加起来变成哭。啊，对，对啊，两只狗哭，
对，因为狗的口嘛，他们会一直慢慢耗嘛。两只犬啊，三只咧，我们可以弄四只犬啊。四只会变什么？会变气啊。四只会变气？哈？什么？四个口，然后加一只犬啊？什么东西啦？气什么？你都不是没有听过？有，我有听过。我说气什么东西？气啊，大气的气啊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哎、欸，又一只了！哎，新鲜的狗，新鲜的狗，新鲜的狗。嗯，取名叫做……我们就简单讲 number one 好了。不要，这个真的太烂了。我觉得你取名的风格太烂了吧？太烂！你会不会取狗名？你不是狗会生气耶？你要取比较好记的啊。什么 number one 叫做 lucky 好了。你看你这个猜几啊秒？哎、欸，至少是狗的名字哎、欸。你这个都比我好。你的什么 number one？ 你最会这样叫狗啦？是一号一号一一，你都会这样叫吗？不会好不好？会啊。没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要再弄一只狗。烂透了。我的狗才是真的狗名。聊天室下面留言，你如果是你会取什么狗名？我会取，你会取 number one 还是取 lucky 还是取来福？来来来，第四只狗，第四只，你要取什么名字啊？小黑，小烂透，我叫黑，叫小黑，我还不取 number one 呢、欸。还有他的取名字叫小黄，烂死了，烂死了。我们现在我跟你讲，我们解锁很多成就，对，我们可以来这边换取奖励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然后看一下换到什么奖励？是什么？啊，有新狗哎、欸，哦、欸 Randy 加入你了。哦，这边哎、欸，这个是哦种子啊，蒲公英种子哦。哎、欸，它挖洞可以放里面种花种菜啊。哎、哦欸，有洞了洞了，我们来试试看播种好了。你要播什么？那个蒲公英啊。蒲公英吗？蒲公英哪一个？好像是这个吗？这个第一个吧。对，蒲公英。好，我们又获得到一个，嗯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 ？Outdoor 的地板，户外地板有吗？户外草地，这样是不是？哦，哦，哎，这样好看多，这样好看多，哎、欸，这很像自己家的庭院，有那感觉了哈。不错不错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越来越棒了。你不打扫一下吗？这人家看到会，人家觉得你这个是在什么繁殖场？我怎么繁殖场？他们都很开心快乐啊！你看大狗还抢小狗的食物，太过分了吧？等我长大，小黑，小黑东西被吵，你会老我会大，欸、我越老我会大，然后这边闻对方的屁股啊！他是咬他吧 ？Lucky， 你怎么去咬来福啦？咬他屁股干嘛？他咬他，不要咬了啦！他乳牙掉了，乳牙掉了，他们两个在干嘛？在贴夜店哦，咚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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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了？他爆出一颗蛋，他爆出一颗蛋了。啊、小黑小黑找到玩具是不是？他也爆出来了。积木墙，哦，可以挡住啊，所以等于说就是可以盖个墙，让他们不要让乱跑这样。繁殖场。我不知道关什么东西，不然我们就随便弄一个好了。弄个窝好了啦，弄个窝给他、啊，弄个让他们睡觉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人一间，一人一间啊。一人一间是狗，这是让狗笼哦，不要吧？不然他们会抢，看那个大狗欺负小狗啊。狗笼是吗、啊、？OK。所以这只狗是怎么样？它不喜欢跟其他的狗在一起玩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要把它分开啦。对，它每个性都不一样哎、欸。对啊。有一些是专门去吃食物，然后有一些是完美哦，啊，这个都没个性，来福都没个性的，后面反而新的小狗就开始有个性了，新的就是你知道前辈都是那逆来顺受嘛，嗯，因为我们这可能是新的狗种的培育室，对，所以它可能这个实验室诞生的新狗种啊，也许大概在两年之后就会跟大家一起见面问世上市了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对这狗种有兴趣的话，随时可以联络我们这个宠物繁殖中心哦。我不要，我们会我不要，很可爱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养这只不是觉得很拉风吗？我觉得它在公园走路的时候就这样奇怪奇怪的，你不觉得很棒？我很害怕，很害怕，我很害怕。Lucky 要接勇了，对，他要进到成年期了，有了，他现在往上发射。到底什么狗会结蛹？所以你家有一天你的狗就会在天花板上面。那这样其实很可怕、欸，我才不要养这种东西、欸，给我正常的狗就好了，很可爱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有那么多狗了吧？对不 对？看一下，来福好像已经可以哦进化了哦，还要进化，所以我们待会可以交配了。它现在变成犬了，成虫期。来，来福很期待哦，你会有什么样改变？我希望来福可以变得比较。你知道有点个性，有点个性。嗯，他刚才完全没个性。他等下那个左脚特化来了来了，看看来佛出来。不给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讲？前脚缩短了，前脚缩短了，身体缩小了。然后呢？这里呢？
身体变长了，身体变长了，然后这个 身体那个怎么样？前面跟后面有没有变成像锥形这样子？到底这什么东西？没关系，你可以看一看一下。我已经习惯，它已经不是长方形的腊肠狗了。对对，它变成奇怪的狗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来吧，来，嗯，来了吧，该进化了，该让它交配了吧？对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好，这边是我们第一颗蛋，这个蛋是、欸、来 mango 生下来的 mango。嗯，然后我们叫 mango 呢，哦、跟这个我们的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对，这次是那个他送他解成就给的，对他解成就给的呢。啊，他有仓库里面呢。对对对对 对, 对，他这个是那个 Randy 哦 ，Randy 跟 Mango， 而且 Randy 是耳朵比较大，对，然后后腿比较长，后腿比较长。哎、欸、哎、嗯，哦，交配看看，交配，我觉得会变那个一边耳朵大一边耳朵小的狗、嗯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来交配时间，他会有那个动画吗？模拟。你确定要使用，就是要选择最终的狗啦。最终的狗，可是我们可以交配很多次哎、欸。哦，就是到时候我们从里面选一条就对了。对，因为你看我们这边100%嘛、欸，所以你看，哎、欸，这是怎样？身体非常长，稍微粉红粉红。对，这也太长了吧？对呀，我们要做腊肠犬好了。哎、欸，长的狗好了，长的狗。看一下，长的跟大头，那个眼睛那个对大头大头大头还是眼睛圆圈的、哦？这个因为这个感觉蛮稀有的啊，这是蛮稀有的，蛮稀有的吧？对，交配交配。然后呢，会变怎样？哦呦，新世代哦！哦，有身体好长 哦，好长哦！身体最长那个，我最讨喜，最讨喜。来来来，腊肠。哎、欸，我们把那个身体特化了。特化，这只也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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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，会变怎样？会变怎样？更长。全部身体都是最长的，超长。这就很有趣耶！来。交配时间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虽然说我们不是繁殖场，现在不就是繁殖场了吗？我们是繁殖场。哎、欸，粉红色怎么没啦、啊？最长的，最长的，这边那个，这只嘛，两只都很长，因为它的基因已经开始逐渐稳定了，稳定了，稳定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那个霸中之霸，霸中之霸，霸中之霸，等一下，可以继续洗吗？这一只已经是最完美的，你确定？我觉得还可以洗一次，哎，那就是把它变宽，然后变长，这样又宽又长。来。有没有机会？霸中之霸，有霸中之霸，霸中之霸，哎呦呦呦，尾巴、啊欸！这个，这一只跟那个特长，我看一下，特长型啊、哦，对，特长，靠，它们尾巴被洗掉怎么办？不会，有了有了，小头，还有小头，它越来越像羊了，小头鹰仔啊！哎、欸，不对，这越像哈士奇了，哈士奇，快笑死！这两只，有了，这样子，哇，我好长哦！我靠，哎、欸，我们剩37%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啊，你觉得哪只比较完美？我觉得这一只，这一只吗？这一只比较活泼，对，哦，很活泼呢，哦，很活泼，选它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，哎呀，嗯。他说：“最后的狗已经选择完毕了，啊，现在生成当中了啊，来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是什么符文？这个是基因序啦，为什么要基因序？这不是养狗吗？啊，古代神像，我们是什么犯了什么禁忌吗？触犯了什么禁忌？触犯了神的领域？不，啊 ，life， 怎么这样？”这要干嘛？他这个在演示要赐予他生命啊、欸、赐予他生命合成。对。噔噔噔噔，啪啪啪！不是这样子吧？原来基因融合是这样融合哦。交配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。有了，我们拿蛋，拿到蛋了。对，啊，我的来，在我的芒果还在吗？应该还在吧。芒果没了。哦，有啦有啦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，还在。那个 Randy 啦，拿出来啊。嗯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第一次吃到这颗蛋、啊，35%，35%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玩三小了。没有关系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新蛋哎、欸，新的蛋啊，新蛋种了，新品种，就是预设的嘛，然后这是我们新的。好期待哦！好期待！我们现在开始，你看这个基因越来越多了，奇怪的基因，有，有了，好可爱哦！这叫什么？叫二哈，
二哈，这个名字可以。他的后腿好短，为什么？你看他后腿上半腿怎么那么短啊？而且很后腿超粗的，他这样走不了路哎、欸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二哈，还是比较冷静型的，冷静型的，他不会那么躁动，不会乱翻，优良精英。怎么一堆乳牙？狗会换牙吗？我是没有听说过、欸、你的狗都会接蛹了，换牙有什么了不起？有没有养过狗的观众朋友，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家狗会不会换牙？这土豆到底干嘛用的？而且我发现狗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受控制了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你要把一些先藏起来好了啦。难怪把它丢到仓库去冷藏。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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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！打起来！是不是？啊！哦，没有，它是不是盖东西？啊？这是干嘛？不知道。哎呦！哦、这是什么？往里面看，狗小狗窝。它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生物啦？为什么有小狗窝？然后在里面挖，还有小狗窝哎、欸！所以我们这边不用盖，帮他盖房子啊，干嘛把它拆掉？定得，好酷哦！这里面不能放东西，好可惜。不能放东西，对。好，我们刚才要拿个新房间嘛？哎，有哦，新房间哦，繁殖场二号，可是要怎么过啊？就是这样吗？后面墙壁到这边，这样可以吧？溜滑梯，溜滑梯，对，来二号，可是他们说，哎，有了，掉下来了，他滑下来了，因为我觉得要设不同的层，对，就是一层是玩的。一层是住宅区、哦，所以我们把游戏间往下放了。哎、欸，也对哦。哎、欸，他要结泳了。他怎么这么快？差不多了吧？他小狗哦，现在差不多啦。哇，太棒了！哎、欸，意外发现一个好好玩的游戏哦。舒压，舒压，真的很舒压。哎、欸，他如果在结泳的时候摸他，对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给他爱、欸，会怎样？不知道。来喽！啊，变大了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哎、欸。他的耳朵跟他的那个鼻子呢变黑色，从那个比较淡的颜色变黑色，对，可能反祖了啦，嗯，因为他的祖先就是黑的嘛，比较黑， 对，然后身体又变粉红了，哦，真的反祖了呢，对啊，这是在退化吧？对啊，然后你看他的后腿变长了，哇，整个都变长哎，然后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就是怎么样，缩小了一点，哎、欸，这个都反祖啦，啊、你看颜色变回去了。二哈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因为你给他爱的关系？我给他爱的关系吗？不是吧？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快笑死！我们底下用那个丛林风格啦。丛林风格。那个食物啊，食物也给他放这边好了。放这边。这边是吃素的香蕉。好。哦，真的哎、哦，都是丛林的。然后他有那个基因序不一样哎，这是木瓜，给他疯狂弄一堆木瓜进去，就叫二哈下来。二哈下来好，我看我把小孩子都丢过来了，啊，他到底快到了没？而且你看他前脚好小，后脚好粗、喔，这到底是什么狗？他要变青蛙了。他现在累了，他想睡觉了。终于快到了，居然被吸下去、欸哦，原来是这样吸下去的，好痛哦。他到底知道他又怎么上去？也被吸上来的嘛？对，二哈吃一下啊。Eat， 他想回去睡觉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新的基因进来嘞、欸，有没有？你看他刚才获取一些新的基因，这什么基因？问号，看一下改写他的那个基因序了。Boing， 哎、欸，变色，鼻子变绿色了，这越来越奇怪，这一次越来越奇怪了。Boing， 来福。来福现在已经变成成犬了，对，欸、然后成犬之后它就再也不会进化，就是你再一接之后，它就永远定型那个样子。对，不过它现在已经可以生了啦，但我觉得它也没什么特色，就是一只很普通的狗。你现在把这些蛹给吃掉了，我觉得你现在也被影响，你现在觉得这种狗居然很普通哎、欸，你的价值观开始毁灭了、欸。被玩这款游戏之后，大家价值观开始毁灭，就是说这个感觉很普通哎、欸，很普通，哪里普通、啊？我觉得要么就是那个七彩绚烂有没有？要么就是长出翅膀，对不对？要么就是笑死，OK 啦、啊，我觉得也不错啦、啊、我们来看一下二哈啦，好吧？哎、欸，扩增了，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挖还可以扩建，而且我挖一个奇怪的东西，那什么？还有个新的蛋，他们有趁我这边扩建，还有新的蛋呢、欸，这是蚂蚁，好厉害！到时候就会选出一只当做母后，
以后，以后，狗后，狗后，还挖金块，有没有？好了 ，OK 了，那我们今天实话先到这边了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养这个养狗呢，这个其实真的蛮有趣的。它里面还可以不断的配种，然后弄一些奇怪的东西出来哦。对，它好像后面还有更多，就是可以把它弄得更大。还有什么自动化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，自动化有真的真的真的哦，所以呢，到底这个游戏呢之后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啊、哦？大家这个期待的话，下面留言敲碗啦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神话先到这边了，我是老皮，那、喜欢的话，别忘记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我的小铃铛哦。OK， 那我们就这样喽，拜拜。